自己拍嘢會帶啲貴重物品出去拍嘢，或者點樣保護自己的財物啊？我就冇特別去有咩方法去保護自己的財物嘅，但我之前有聽過有前輩咧係即係帶咗自己個袋啦，然之後俾人偷走咗銀包。咁但係我自己都會有時候擔心嘅，所以因為我自己係一個成日都唔見銀包啊袋嘅嘢啦嘅人啦，所以我自己唔會拎咁多 cash 啊或者卡喺身咯，即係真係要買嘢嘅時候先會拎出街。咁所以我自己又唔係好擔心，俾佢攞咗嘅話，應該都唔係好貴重。